市长侯友宜参观新北社造展，仔细聆听导览介绍，也为进行社造分享会的团队及青年学子加油打气。我们都要同心协力，不要忘了很多人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心协力来照顾他。台湾社造营造迈入第30年，新北人口居冠，是否跨局处成立工作圈，推动永续经济、环境安全、社群连结，以应对社会挑战？新北市的社区的营造据点也越做越多，这几年已经做到470几个地方，未来我们还是希望从社区来照顾到每一个，不管是长辈或是幼小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，让我们打造成一个不遗忘每一个人的韧性大都市，在新北。他勉励民间持续与政府合作，发挥力量，让社区营造走向全面普及化，打造新北成为韧性城市，不遗忘任何人。TVBS 新闻施协员新北报道。